在日本节目跟日剧看到好多次了。单纯的高丽菜跟鸡肉，酱料很多，吓死人，佐料一堆，各种，吃香料、胡椒粉、哦，什么之类的。它让你有过去啊，新鲜的。是，甜蜜少。这好像是辣蜜少。这是听说是名古屋最有名的酱。这味道吸引了来的四个人。